小狐狸半夜不睡觉，它到底在干嘛呀？众所周知啊，我已经6年没有睡过好觉了。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揭秘一下蛋师傅的夜晚是多么的忙碌。你 happy， 我不 happy， 有人高兴，有人哭泣，如何才能坚持到底，让这世界更美丽？你收集，我也收集，全世界都是新样品。如此强大，如此神秘，藏在人类的心底。